支聯會在旺角行人專用區舉行擊鼓鳴冤活動，抗議內地當局不斷打壓維權人士。主席李卓人等首先擊鼓十次，象徵為十宗政治異見人士被打壓鳴冤，包括失蹤一個幾月的藝術家艾薇薇，仲有受監視居住的結石寶寶之家召集人趙連海，以及在囚異見人士劉曉波等。另外，六四二十二周年就快到，現場同時舉行簽名活動，有市民擊鼓，話支持平反六四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伍欣怡報導。